著名美女钢琴家白云闪亮回国。这照片拍的还挺好看的哈。年纪轻轻，又有颜值，还有能力，真是人生赢家啊。周六还要大家来加班，来吃点东西吧。谢谢小秘书。谢谢。小秘书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生病了？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，剩下的工作我们来就行。我跟你们一块儿做，争取大家早点回家。